来分享琉璃仙境哦，整理好的样子哦，真赞哦，叫做清洁。哎、啊，里底发臭的石头就全部把它拿出来了。安尼后边有鱼在行，空间愈窄。我刚才买这水质菜个也个愈赞，啊，这水芹菜哦，它就是可以这样子哦，它这样一路这样飘过去，很像那个水中的松树哦，那种感觉。哦，啊，鱼饲了放稳定。真赞啊！你看鱼啊，伫遐咧穿梭。哎，这只佫活条的呢？哟，我怎啊想到？迄有一只唔知啥物小啥物物件的，迄只火焰啥物什么烧的迄只。哎，想袂到只佫活的呢。哦，这个里面，然后这个种了两只女王草，再种过来哦。啊，同学讲，哦，白同学水草那种较好，假讲的，哦。这是我的独门绝技、哦、你要研究我才给你传授。没有打 CO2 为什么能水草长得那么好呢？我告诉你呢，给你骗的啦，啊都一直给它吃就主动了啊，就这样啊。